那开发商早就吃饭睡觉去了。感谢孙大侠点赞，欢迎新进直播间老铁啊。江山风华 H1 盖到多少层了？ H1 不就这个吗？一号楼。数一数啊，老铁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一十二十三，十三层左右吧，老铁啊，十三层左右。感谢孙大侠关注主播，感谢关注啊，欢迎小魏，感谢点石成金点赞啊，这个就是金地江山风华的一号楼，然后这面是二号楼、三号楼、五号楼、六号楼，六号楼是三号楼挡上了，然后最这面七号楼。欢迎新进直播间老铁啊！目前主播在金地江山风华，欢迎探房阿强。二十二号楼盖完了吗？没盖完，老铁，这个是二十二号楼啊。这个外面的所能看到的是幼儿园，幼儿园挡上的是二号楼啊。这幼儿园是三层的，实际上这个也就盖到四层五层吧啊，但是很快，洋房天天都在干。感谢这个孙大侠送来大啤酒啊，感谢我哥啊，我看是哥还是姐啊，应该是哥啊，应该感谢哥送来大啤酒啊，今天第一棒子啤酒啊，第一单礼物啊，呵呵，感谢啊，感谢感谢。二十号楼还没盖，二十一号楼、二十二号楼都盖起来了，二十二号楼最盖的最快啊，二十二号楼就是这个，整个这个是幼儿园，幼儿园后面这个看绿围挡这个冒出了个尖儿，他盖的最快的。感谢点赞，欢迎新进直播间老铁啊！目前主播在旭辉首府不战时代和金地江山风华这块啊，整个这个大坑就是旭辉首府不战时代的三期，好，目前还正在盖，然后一期马上交房了，三期现在加推这个一百平的户型，三室两厅两卫啊，精装修的三米七开间，经典散草的户型，非常好啊，各位老铁，并且公摊特别小。啊，欢迎新进直播间老铁。然后各位老铁，要是预算少的啊，想要六七十万，就在皇姑整个首府这一片，还有地铁，还有学区的，可以看金地风范啊。金地风范两个户型，高层七十五平和九十五平，九十五平三室两厅两卫，经典三叶草户型。现在不是三叶草户型，基本上现在大多数吧，都非常喜欢三叶草户型。这开发商学习能力都非常强，像金地现在户型做的。不比龙湖差吧，啊，对不对？你这之前就龙湖户型做得好，华润都拉，现在华润也做这个，欢迎七仔啊，现在华润也做三叶草户型了，对不对，老铁们？欢迎新进直播间老铁啊，目前主播在这个旭辉首府不战时代的三期，在这个三期大坑里啊，然后咱们现在去往一期那边走一走啊，看一看。欢迎新进直播间老铁，欢迎新来的大哥大姐，没点关注的给老弟左上角点点关注，点点关注不迷路啊，免费的关注点一点啊，免费的关注啊。欢迎新进直播间老铁啊，然后各位老铁想在沈北买房，想在这个浑南买房，大东万花东沈河啊，都可以找我啊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老铁。整个首府新区旭辉首府不战时代的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的高，欢迎小峰搬家啊，欢迎我哥啊，欢迎新进直播间老铁啊，欢迎新进直播间老铁。最近这个我手里这个一百五六十万的客户是非常的多啊，一百五六十万预算的可以看看这个旭辉首府不战时代啊，一百平。欢迎沈阳房产小二郎啊，一百平的户型单价一万二，找我还能九五折。旭辉首府不战时代的三期经典三叶草户型啊，找我买旭辉九五折。感谢小峰搬家，我哥成为第109名粉丝团成员，感谢我哥啊，哥你就是啥？我看这个小峰搬家是私信我那个不？应该是啊，应该是咱俩加那个微信那个，加绿泡泡那个，是吧？然后你啥时候那个想要看房，我记得你说是有一笔钱没到呢，还是差哪儿了，然后八月份呢还是等几月份，咱就随时保持联系就行。然后我的名叫吴泽，我姓吴啊，对，是不是？你就是给老弟备注上小吴就行啊，备注上小吴卖房就行啊，然后找我买房随时找我啊。目前主播在这个旭辉首府不战时代呢啊，目前我在旭辉首府不战时代呢，
想在这个板块买的，有学区的，有地铁的，可以看一看这块啊。单价12000啊，总房款120万就能拿下啊。然后找我买房还95折啊，找我买还95折。欢迎新进直播间老铁啊，欢迎新进直播间老铁。然后这个整个首府这边最便宜的就是金地风范啊，金地风范啊，高层是75平和95平两个户型啊，60-70万就能拿下啊。整个在首府新区啊，属于北首府啊，属于北首府，能上皇姑的学校啊，占用皇姑的指标啊，占用皇姑的指标。欢迎新进直播间老铁啊，欢迎新进直播间老铁。目前主播在旭辉收破烂时代，这面就是一期啊，一期马上这面830就要交付了。然后有想研究旭辉收破烂时代的，现在还有80平的精装修高层啊，来昆玉府转转，昆玉府太远了。哈喽哥，昆玉府太远了。你是昆玉府，我看看啊，是销售吗？昆玉府主要是那边那个，就昆玉府一个楼盘，你给这个龙湖春山都靠没了，就那一个楼盘。欢迎新进直播间老铁啊，最近这个上个月没怎么播，人气不太高啊，等我酝酿酝酿人气的啊，我去这个昆玉府播一播。昆玉府现在还有洋房，洋房这个比较多。铁西的王牌啊，铁西最牛逼的楼盘，华润昆玉府啊，绝对没有毛病啊。什么龙湖春山、招商时代月、天河月江山、万科盛丰、翡翠之光，都多余，都是气懒子。行，拜拜，老铁。欢迎新进直播间老铁啊，这面就是旭辉首府时代首期啊，真是一层一层，一步一步看着这个房子从盖00，然后车库一点一点完起来盖，天黑了看点路面。好嘞好嘞，感谢关心啊，欢迎新进直播间老铁啊，欢迎新进直播间老铁，真是一步一步看着三期盖起来啊。欢迎新进直播间老铁啊，主播是房产主播，然后有想在铁西、沈河、东沈河、皇姑、和平、浑南、沈北啊、皇姑首府买房的都可以找我啊，啊，找我买房是嘎嘎板凳，必须有额外优惠。欢迎金地风范第一深情啊，欢迎新进直播间老铁啊。这一幕是旭辉业主是最想看到的吧，对不对老铁们？还有一个月时间啊，一个月时间，这面全都给你整的板板正正的啊。有业主旭辉业主可以截屏啊，可以截屏发到业主群里啊，给你们业主都看一看啊。这面已经浇这个水泥了啊，浇水泥了。欢迎新进直播间老铁啊，这面这玩意儿盖起来啊，整铺砖啥的老快了啊，这铺砖老快了。欢迎新进直播间老铁啊，这一幕啊，不知道有没有人进来听，你们要是没看着过啊，可以截个屏发到你们业主群里啊，业主所有人都挺期待交付的，期待自己家的，对不对老铁们？欢迎杠精大嘟嘟。